回家吃不完就给它冻上，冻的时候放蒸锅里面底下烧水，水蒸气上来就 OK 了，吃不完的就给它冻上。来来来，来散袋的30张吃饼10块钱，来这里的来散袋的吃饼10块钱了，来给大哥做够。来吧来，抓紧时间挑，不行了吧？对，最后一小时了，来。10块钱散袋吧。我这么干，我第一趟来这个市场，我就想要个名，不想要钱了。我10块钱，我给你散袋吧。这整个哈尔滨那村里那3年了，有没有这么干的？这宝来，大众汽车宝来，我来得了，攒个20块钱。大叔，我就要记住我这张脸，下次看着我你就会想起我。我10块钱，我今天给你散袋吧。我让你吃完之后你就找我，大概是10块钱，卖3年了，全亏都是。大叔，下走吧，这还不下，回家自己唠去。那多费劲呢，天王那个就一个鸡毛分钱。行，分你啊，大哥。我真是干这个的。选啥单位？你干这个的？对。是吧？在哪儿啊？在这儿干的。咱卖个10块钱，出名。宝来。我给散袋的10块钱，一袋10张，散袋30张。我不来，你想吃这口，你得花5块钱一袋子买。我今天我10块钱，我给你散大袋子，行不行，阿姨？阿姨上一次吃那个饼多少钱买的？阿姨，你告诉我，实话实说，阿姨，多少钱买的？阿姨，6块。多少钱？6块。大点声说。6块。6块是吧？我今天卖你多少钱？我10块钱，我给你散袋子，行不行？我今天10块钱让你管够吃，我说你下次看着饼就能想我，你吃完之后你满城你找我，不好吃，看这个大不大打脸，散袋10块钱，一袋4块，散袋给10块，多买早饭包留，我给你扛楼上去，到家管不管饭，管饭我再给你200，哈哈哈哈，大姨整乐呵的，大姨，大姨高兴了比啥都强。散袋的10块钱，没有名了吗？微信行不行？拿的微信。30，40，等会儿啊，这收钱排队吧。散袋的10块钱，多少张？姐，你别着急，你别慌，我这边找钱呢。你袋子10张，散袋的30张，再找你50，别着急，你慢慢来。散袋10块钱，等会儿大哥，你看你脾气不好了呢。干啥这是？那不要了，不要就拉走，不要下一个了，把那个二维码捋直了，咱卖个10块钱。哎呀妈，这袋还漏了，那袋漏了，一着急太来事了，这跟谁俩呢？这是，来阿姨，哎，你正常，这小伙不来，大哥吃没吃过这饼？上超市上一次花多少钱买的？得花5块，你花6块吧？好了。装没装饼呢？没装，来这边排队，我给你装了。咱那儿10块，我今天我他妈就让你使劲吃，小伙子不想挣钱了，就想要名，要这张脸，让你记住我。我让你可劲吃10块钱，10块钱我给你反带吧。反带的10块钱，一个4块，一袋，两袋。10块钱，我再给你袋，10块钱给你散袋子，拿了吗？有微信没？有微信给我发微信行。10张散袋子，好了好了。大姨，我问你，大姨，抬头瞅我，大姨，吃没吃过这个饼？吃没吃过春这个春饼？大姨没理我，大姨，散袋子10块钱。吃过是不是？上次花多少钱买的？大姨，在哪儿买的？上次？我们孩子们买的。花多少钱买的？咱卖的给你10块。大姨不配合，这不是托儿，这托儿是配合的吗？咱袋10块钱，一袋10张，咱袋30张。保鲜纸。没有托儿啊，这块没有托儿，你就来吧，放心买。咱袋10块钱，一袋10张，咱袋30张。保鲜四五天，冷冻冻两月。10块钱散袋，大姨咋说不干呢？10块钱散袋，你说3块钱一袋，大姨算懵了，大姨。冷冻拿
吃冷冻拿出来一解冻，放蒸锅里面底下放水，水蒸气上来就好了。它是手表，完能接开吗？那必须的。那你揭不开就这个，看着没？打脸，攒20块钱。阿姨，阿姨，抬头看我，吃没吃过这个表？大姨，吃没吃过？上一次花多少钱买的？微信吗？微信到这儿，多少啊？为拿散袋轮说的吧？多少了？你正常我不来，你上超市你得花5块钱买。没有零了，你找谁？散袋10块，10块钱散袋的还不行吗？我今天我不让你回家自己烙饼了，我就让你买我的。你看我这力度行不行就完了。不累呀，不累呀，但我没有退休金吗？我得干呐，我得赢。散袋10块钱。哈哈哈哈，那完了吗？我不能像你似的，我得折呀，我得一袋4块。别着急，刚下楼的，你听小伙讲两句你再走，你跑两步。啊，那一会儿我那回得请啊。扫码这儿，大哥来，等会儿他扫完呢。你扫啥？阿姨，你扫啥？阿姨，你扫微信，扫支付宝。我扫支付宝。别着急，别慌，来攒袋10块钱，来赶紧来，来来来，一袋10张，30张，你就记住了，我不来，你吃这口，你得花5块钱10张买。我今天我来了，来不用，就有这力度，我就让你吃。大爷，我采访你一下，我大姨，你别着急，等1小时了，你别着急，我起来，好嘞。大姨上次花多少钱买的？没买过，没买过呀，完了，这不是托啊，这托就是我买的了。问你，冻完之后拿出解冻，放蒸锅里面一热就行。一袋4块，3袋10块，热1分钟，这都完蛋，微信得了。大姨。阿姨，你吃没吃过这饼？没吃过哈。把第一次给小伙了，3袋10块钱。来，阿姨，祝您生活愉快，我再给你装3袋。我再给你装3袋，大姨。等会儿别着急，别慌，别着急。大哥，你吃没吃过这饼？上一次花多少钱买的？我今天我就这么干，你看行不行？来。走完之后不要扣钱啊，抓你啊！不行了是吧？我给你找你吧，阿姨是吧？难过，你找你再来一次啊！行，现在咋办呢？咱那什么？阿姨，来来来，阿姨往这边来。后来的，你跑两步。咱那是过去吧，来。来，咱那了吧？你装咱那，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你直溜的那二马捋直了，别争别抢，后来的你跑两步。控制不住了，这场面，3袋10块钱。微信这儿呢，大爷，别着急啊，大爷，理智上再走，徐军的那个，我的，我的，不刚给你吗？啊，我记着，等我记着不好，今天都不睡觉，你为了挣钱，天天叫你，什么急眼了？急眼了，来，大哥，啊，一袋，一袋10张，3袋3张，你徐军再找给我，好嘞，大哥，那是做好的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阿姨。阿姨，我是你的一个好朋友啊，谢谢阿姨，到这儿来了，来来来，走完了哥，好了，行了，走了。阿姨，你吃没吃过这饼？我老吃你家的，是不是？你10块钱3袋。阿姨，上次吃月饼花多少钱买的？实话实说，上次花多少钱买的？在超市2斤最便宜3张优惠卖10块钱，也得卖你4.8块。看你说5块钱店庆打折送修，那你4块吧。我今天我10块钱，我给你返啊，阿姨。好了，阿姨。谢谢阿姨。我10块钱，我今天给你3袋吧。你上这儿来，装3袋来。你正常我不来，就这张脸不来。你上超市你花5块钱买吧。我今天我10块钱给你3袋。我大哥，我叫你记住我。我你看着名字相信我，看老阿姨啊，一袋10张，3袋30张，3袋10块钱，阿姨，你吃没吃过米饭？姐，吃没吃过饼？没吃过，你尝尝10块钱，不好吃你就找我来。完了，拿装筷子。
着急了。我不着急，还在我意思了。咱卖个十块钱，大哥。阿姨，阿姨，小伙子问你，这个春饼你吃没吃过之前？吃过没？咱卖十块钱，之前吃没吃过？阿姨，都买，花多少钱买的？今天怎么卖的？花多少钱买的？阿姨，实话实说。今天怎么卖的？便不便宜？我今天我就让你吃饼，别的放一边，就这么干了啦。十块钱三袋吧，一袋十张，三袋三十张。我今天就让你吃春饼，你看我这力度行不行？我十块钱我给你三袋吧。阿姨上次花多少钱买的？十块三袋吗？咋的？咱点啥？啊，最后人啊。那我说不能吗？正常。是三个吗？三个，三个。哎呀妈，小伙子做人做事儿，你那他妈的。我要给你装八个，我跟你回家行不行？三袋十块钱。常温四五天，冷冻就放冰箱里冻着。一袋子十张，回家吃不完就想着给它冻上。冻完之后，第一步先给它解冻，想吃的时候，解完冻了，放蒸锅里面，水烧开了，水蒸气蒸一下就行。就老百姓话说，就是熏一下，吃一下就行，熏一下就行。三袋十块钱。一袋十张，三袋三十张。我今天十块钱，我让你可劲卷。我今天我让你大一块馒头、花卷，啥都放一边，我就让你吃春饼。我看我这力度还行不行了吧？三袋的十块钱，一袋四块。我今天我让你可劲吃，我让你吃完的吃，我让你看着饼就想起我，我让你吃完之后吃香了满城你找我，就这张脸，大大的。大众汽车有个名叫啥？宝来，你来吧，咱卖了十块钱。我今天让你可劲吃，你管够。你带了十张，咱带了三十张，有没有性价比了哈？快回家自己唠吗？十块钱给三十张，十块钱给三十张，有没有性价比？你真小，不小？你张数在那的，三十张顶十块钱合适吗，大哥？九个瓶没有这么大吧？咱卖了十块钱了没？你这玩意儿不小心菜没了？马上的大哥给他捋直了，你别着急。什么什么？大哥，你上你那跟前来。什么老大哥？现在往一大哥红烧到了。吃钱都没找。走上，你先拿吃。你今天让你可劲吃，穿都穿的光溜光个了都。这地方你是第一次来啊？我第一次来。我不来你买不着这么便宜的。啊大哥，上次花多少钱买的？第一次换成春饼，也没啥，也没啥不便宜。啊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来！哥，你吃点，便宜得了吧，姐，我都给你回家，你看有大哥没？啥的呀？咱卖十块钱。这个大哥，这个。我今天我这么干，你看行不行？你有没有意见？你有意见你提。我这么卖，大姨行不行？大姨，大姨，听着呢，十块钱我给你返卖吧，行不行？来，十块钱返卖吧，行不行，大哥？还不下手吗？我今天十块钱让你管够吃。不是，你是不是在二店调组？我这多长时间以前了？那是。来，刚下楼的你跑两步，最后能剩二十来分钟，你等我半分钟，小伙子再打开一袋。咱那儿十块钱，你看行不行？常温你先冷冻冻俩月，两袋七块。
想要说声爱你，却被吹散在风里，猛然回头你在哪里。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，就让我用一生等待。如果深情往事你不再留恋，就让它随风飘远。这坑，这坑是宝坑啊，这坑啊，宝坑啊。所有受过的伤，所有流过的泪，我的爱请全部带走。849的现金，200块钱找零，649，649交五十元摊位，699，699吧，是699，微信搜的钱啊，699，记住了啊，别忘了，一会儿得查，一会儿忘了，699，微信收437，支付宝。支付宝还收几十呢，支付宝收30，算下多少钱啊，算下多少钱，699加437加30加1166卖的，1166，咱是拿了577袋春饼去的，577减去，剩了231，减去231。346单，卖了346单，乘以按最低标准算，3.333，1153，对劲儿啊，对劲儿，朋友们。七点钟之前我都没咋卖货，七点钟之后，大力出奇迹，我使出洪荒之力，我爆了一阵儿啊！要说卖货这玩意儿，朋友们，你得有状态，你没有状态的情况下，你卖不了货，你得有激情，而且激情还得四射。能卖货，你知道吗？上来那股劲儿了，就给我搂不住了。哎呀妈呀！就那一阵儿，卖了800-900，没断人。视频我拍了28分钟，就那一段就28分钟视频，就那一段就没断人，28分钟。但这28分钟视频，我得剪辑能剩个7-8分钟吧，要视频太长了，是不是？你们都不爱看，看的有点太磨叽了，是吧？一会儿我还得吃饭，你还得拍一段，你这视频30分钟40分钟谁瞅？今天行啊，朋友们，今天行啊！哎呀，劳动人民今天行了，吵起来了！咱今天摊位前面那两个大坑挺好，我扫着扫扫的扫出钱来了，我这好起来了。七点钟之前我失望了，我还寻思这破地方要我50块钱，哎呀！但是这市场人真是不缺啊，呼呼的人，哎，伺候啥的呢？哎，汉堡今天周二吧，周三呢？今天打折吧？今天周几啊？汉堡打折的话，整了3个汉堡吃的。哎，周二就在我旁边的，3个汉堡13，给我来3个汉堡呗。等一会儿啊。这汉堡买，等他20分钟才给我整好。还去晚了，吃3个垫不垫？得控制食量了，要不然太胖了，胖了10多斤了，就是10多斤全胖脸了。